大家好，这里是一球，欢迎来到FIFA 16的多特蒙德的生涯模式。多特蒙德的南看台真的是太帅了，希望我可以带领多特蒙德在FIFA 16里继续希斯菲尔德教练在90年代给多特蒙德带来的辉煌吧。毕竟因为多特蒙德是强队嘛，所以我还是给他加了一定的规则和奖励。冠军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有3个冠军，每年可以争取联赛冠军、德杯冠军和欧洲冠军杯的冠军。这个跟 FIFA 15的时候的巴萨生涯模式一样。如果我们包揽3个冠军的话呢，我们可以签一个数值是85+的队员。2个冠军呢，可以签一个潜力是85+的队员。1个冠军的话呢，可以签一个数值是80到85之间的队员。球员奖励呢，还是跟培养年轻队员有关系。每培养出一名数值高于75的青训队员呢，我们就可以解锁一个购买对应其数值范围的球员的权利。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培养出个小黑人，然后他数值达到了75到79，我们就可以在下一个转会窗购买一个数值范围是75到79的队员。当然如果我们等到小黑人达到了80到85呢，我们就可以买一个80到85队员。如果我们还要耐心等到85+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买一个85+队员。每一个小黑人只能解锁一名队员。这就是我暂时想到的规则，如果大家有任何好的想法或者建议的话呢，也欢迎大家留言。好了，那我们下面正式进入游戏吧。难度还是世界级，时间4分钟，我觉得这个难度还是挺合适，不是太高，也不是一点挑战也没有。我们还是收到了一个杯赛的邀请，看看有哪些杯赛。有一个在沙特的，奖金最多，就去这个吧。我们去看看董事会有什么要求没有。本土杯赛的目标呢，是我们可以达到4强。然后助理教练说呢，我们需要一个前锋。我觉得我们还好吧，我印象中我们有拉莫斯，还有奥巴梅扬，罗伊斯也可以踢前锋，应该问题不大吧。而且按照我们现在的规则，在冬窗之前我们都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签任何队员啊。其实冬窗的可能性也非常小，其实我都不知道到冬窗之前有没有把握培养出来一个数值不错的青训队员，可能第一笔签约要等到这个赛季结束吧。董事会疯了。联赛的目标呢，希望我们可以拿到联赛的冠军，你竞争一下就好了。前面还一个拜仁呢，不是说不想把他拉下马，但是也得一步一步走啊。天啊，这就是目前为止董事会对我工作目标的要求，感觉难度还是挺大的。我们接下来去看看我们的阵容吧，虽然我不打算卖谁，但是还是从这里看吧，感觉更容易一些。我们有4个门将，第二个门将现在应该是我们的首发门将吧，是新转回来的吗？之前的首发门将不应该叫做魏登费勒吗？但是他现在年龄已经大了，估计1年半载的估计就该退役了，而且数值应该还会往下跌。但是我也不想暂时把它卖掉，因为规则的影响嘛，我们还是留着当替补吧，我们引进个人可辛苦呢。然后这名小孩数值也非常低，我们也把他租出去吧。我们等于现在首发的前锋应该叫做布尔基吧，年龄还小，应该潜力会不错。然后我们中后卫差不多有5名，也够了。然后这名小孩斯坦克维奇嘛，年龄太小，不过看着长着好老啊，哪像19岁，也租出去吧。然后胡梅尔斯应该是我们的首发中后卫，这没有任何疑问。这名小孩貌似也还可以。然后还有这名中后卫来自希腊，全名叫帕帕斯什么乱七八糟，好长，应该是我们首发的中后卫。然后还有一名，其实他年龄也不大，他感觉他在多特蒙德效力好长时间了，苏博蒂奇，而且他数值只有79了，我印象中之前也不低啊，我还以为他年龄不小了呢。但是他打替补应该问题不大。左边后卫呢，杜尔姆也是一个小孩，但数值也已经非常不错了，76潜力应该也不错。然后这名左边后卫应该是来自韩国吧，叫做朴柱浩，查一下他的数据库，他数值可能只有74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多特蒙德签了一个年龄这么大的左边后卫。然后这名左边后卫呢叫做施梅尔策，年龄也不小了，他应该是我们的主力左边后卫吧，但他潜力应该也不会太大了吧。右后卫呢有金特尔，金特尔我感觉他速度偏慢，应该是踢中会的料。我们有一票的，
我们真的是有一票的右边后卫，五名右边后卫。啊，这也是个小孩儿，我觉得也可以租出去了。然后皮斯切克应该是我们首发的右边后卫吧，但年龄也不小了。但金特尔踢个替补或者踢个中后卫应该问题都不大。后防线总体来说还是偏弱，但整体来说也还可以吧，及格，给个7分。看看中场，中场我们有香川，还有一名小孩儿，我们也可以把他租出去了。另外还有本德，26岁，然后数值有80，应该也是非常好的一名防守型的后腰吧。然后还有维格尔，19岁，数值只有74了，他潜力好像也非常大，最后回到80多，还有一名小孩儿，感觉就不太好了，看能把他租出去吧。卡斯特洛也非常的好用，京多安、莱特纳应该也是一名不错的后腰。攻防应该都不错吧，还有三颗星的 Skillmoves 应该可以踢边锋，挺好的，年龄也不大，然后这也是一个小孩儿，也可以租出去了。为什么德国的小孩儿都长得这么着急呢？沙欣，年龄也不大，成名应该很早吧，然后数值有81，看看边路，这应该是一个小孩儿。已经租出去了。然后罗伊斯这个没有疑问，应该是我们球队的头牌吧。然后右边锋要做布瓦什奇科夫斯基，哎呀，这些名字真的太难念了。然后他也被租出去了，因为我们还有姆希塔良可以踢右边前卫，他数值也不错，也有四颗星的 Skillmoves。然后这是个小孩儿，就可以租出去了。然后前锋有奥巴梅扬，这个小孩儿也可以租出去啊。另外还有哈德尔，也是一个小孩儿。然后就是拉莫斯吧，其实我们就有两名正统的前锋，将就吧。就边锋没有什么人选，看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应该还会首先签一名边锋吧，既可以踢边锋，又可以踢前锋，像罗伊斯这种类型的。总体上来说，我们中场是非常强的，前场稍弱，不过争个前四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董事会的目标是争冠，感觉不是太容易。我们还是尽快先去签一个好点的青训教练吧，就这个双四星吧，然后就把他派到德国好了。又出来一个双五星，把他也签了。把他派到非洲去，尼日利亚好了。接下来是友谊赛的小组赛，我们这组有阿森纳、尤文图斯，还有沙特一支球队。我们第一个赛季要钱也没有什么用，热身赛模拟过去就是了。如果能挣点钱也好，挣不了也就算了。跳过2-1还赢了，战胜了阿森纳，但是罗伊斯伤了，曼联的报价给的钱还挺多的，不卖啊，至少第一个赛季不会轻易卖任何队员的。罗伊斯要伤7周，下场比赛我们还是模拟过去吧。跳过罗伊斯受伤的情况下，我们仍然2-0战胜尤文图斯，但是京多安又伤。哎，又有一个相对来说不错一点的青训的球探，我们就签他吧，也是来自德国，把他派到英格兰去好了。下场比赛对皇马，我们自己踢吧，顺便我熟悉一下队伍，看看这个队伍踢起来感觉怎么样。又是接球直接射门，给我们一次防守的机会不行吗？虽然我们之前传球失误了吧，但你让我稍微防一下，输掉了，又是被电脑先进球，然后电脑就摆大巴了。我们直接模拟到赛季前的第一场比赛就行了，我们也不需要卖任何人，也不需要买任何人。稍等吧，可能还有租出去一些人，我们去看看有没有人要租我们的队员。有人要租我们的一名小孩中后卫，一样也可以租出去。这个前锋也可以暂时先租出去，数值55，我都想把直接卖啊。青训的球探报告已经回来了，一名门将68到94先签了，又是一名门将67到91就不要了，76到94一个后场签下来，还不错，尼日利亚吧，72到94一个后场也签了。看看去英国这名球探怎么样，也是后场69到93，也是后场68到92。下场比赛主场对门兴格拉特巴赫，还是模拟过去吧，应该问题不大吧。
不过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首发阵容，前锋如果罗伊斯不伤的话就是罗伊斯，左面是奥巴梅扬，然后前腰香川，右面是姆希塔良，两个后腰一个京东安，一个是卡斯特罗，后防线没有什么好介绍，我们这场比赛模拟过去吧，跳过1-1。哎呀，门兴格拉特巴赫要比阿森纳和尤文图斯强吗？为什么在主场非要模拟平掉呢？下场比赛是客场，对一个对手我都不知道叫什么，应该刚升到德甲吧。我们还是首发阵容模拟过去，看看他还能不能再输一次。我刚才说成输，但是平对我来说跟输没有任何区别。跳过2-1，还不错，对方还是先进的球。关键是我们没有人受伤，罗伊斯也伤愈归队了，这点非常好。但是我们中后卫又被红牌罚下去了，概率是不是太高了？就踢了两场比赛，每场比赛都有中后卫被红牌罚下去。下场比赛是主场，我们还是模拟过去吧。我感觉按理说在德国，如果除了拜仁之外，我觉得所有比赛主场都应该可以取胜，如果模拟过去的话，或者说80%的机会应该可以取胜吧。我觉得我们阵容在德甲其实还是挺强的了。跳过2-0，非常好。门将伤两天，相当于没伤。看有什么大的转会交易没有，皮亚尼奇去了阿森纳，穆蒂尼奥去了曼联，然后最大牌的一个转会应该是格策去了马竞吧，削弱一下拜仁的实力，其实拜仁也不差一个格策。本泽马4800万去了曼城，干你说不需要前锋啊，难道他们想打算把阿奎罗卖掉吗？阿拉巴3900万去了尤文图斯，戈丁3400万去了切尔西，又有新的球探报告来，我们去看一看。还是这个门将7少94的一个门将，哎，签了。其他的没什么，又是门将，哪来这么多门将？这个前场还不错，75到94，这个后场69到94。下场比赛客场对汉诺威96，我们自己踢一下吧。也稍微再熟一下我们的阵容，然后感受一下德甲是什么气氛。奥巴梅扬，哇，推这么远，搓射，立柱补一脚，漂亮，1-0，我还踢飞了呢。走了进脚搓射，2-0。门将，哎呦，什么将扑到了。好了，全场比赛结束了，我们最后2-0取得了胜利。上半场踢也不错，下半场踢的还是跟屎一样，没有创造任何的机会。英格兰这名球探有什么不错的队员没？英格兰以后估计不用去了，太垃圾了。哎，14分钟就0-1落后了，左后卫进了一个球，24分钟罗伊斯扳平。加油啊，漂亮！香川34分钟又帮助我们取得领先。沙欣希望登场，他还真上来了，能不能维持到中场结束？中了，加油啊！罗伊斯又进了一个，漂亮！3-1，非常好，主场3-1取得胜利。下场比赛是客场对霍芬海姆，主力阵容体能还真好。不过我们换到替补阵容吧，我们尝试着踢一下。我也只是想找找感觉，看看替补阵容踢成什么样子。替补阵容前锋啊，拉莫斯，左边是一个，其实原来是个中场啦，雷特纳，但是我没有左边锋，让他稍微搭一下，他速度也挺快的。前腰用了沙欣，右面本来有个小孩，但是租出去了。姆希塔良继续踢吧，然后要一个是维格尔，潜力非常大，还有本德，平时也没有什么机会出场。后防线倒没什么特别好介绍的，我们把这个小孩换上去吧，让姆希塔良下来休息一下，反正也是边锋，能跑就行。无趣一场比赛，没有创造什么不错的机会。目前我们为止排在2名，还好吧，落后拜仁1个积分，还可以接受。我们这期节目呢，暂时先到这了，希望大家喜欢新的一期的生涯模式。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